哎，堂主，那个李雨冰真的是你小学同桌啊？当然是，那个时候我主东，他不敢往西。嗯，你可爱听话呢。现在啊，今非昔比啦。小时候他可随和了。小兵，你说话呀，不说话可就没糖吃了。你应该笑，不应该哭，你得婉约起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退下吧。啊！很可爱，就在那吻别吧。唐雪，从现在起。该轮到你做噩梦了，睡慢了。